世界卫生组织21号发布的新冠疫情最新数据显示，中国已经有1,000,000,000人次接种疫苗，累计接种疫苗的人数达到1,000,000,000人次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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累计接种疫苗的人
显示，全球本季新冠确诊病例达到4,045,651例，累计死亡病例达到119,431例。世卫组织数据显示，全球单日新增确诊病例数在今年的3、4月出现高峰后进入平台期，6月陡然升高，8月中旬后略微走低，而10月上旬以来则是屡创新高。美国疾病控制与预防中心当地时间20号发布报告显示，美国今年1月底至10月初额外死亡人数接近30万，其中近20万例死亡是因感染新冠病毒导致，约占额外死亡总数的66%。报告说，尽管在美国较高年龄组中发生了更多的额外死亡，但与过去几年相比，25岁至44岁的人群死亡人数的平均增长率最高。5月至8月，美国新冠死亡病例中的年轻人增多。报告指出，这一统计结果为评估新冠导致死亡的严重程度提供了更多信息，应采取更多措施预防新冠直接或者间接导致的死亡。美国约翰斯霍普金斯大学发布的数据显示，截至北京时间21号19:24，美国累计新冠确诊病例数达到8,275,093例，累计死亡病例达到22,083例。美国新冠肺炎疫情持续恶化。据美国有线电视新闻网20号报道，截至19号的一周，美国平均单日新增确诊病例超过58,300例，创下8月以来的新高。由于新冠肺炎疫情持续恶化，美国的医疗机构再度面临巨大压力。报道指出，美国中西部等地近期新增确诊病例和住院患者人数增加尤其明显，包括威斯康星州、堪萨斯州在内的美国14个州，在过去一周报告了住院人数的峰值。Our 7-day average of new daily cases stands at 3,287. One month ago, our 7-day average was 1,720, and 2 months ago, it was 747. 43% of our total cases here in Wisconsin have come in the last month. It's important to understand that we're in a much worse place now than we were in March and April. 由于感染者持续增加，医疗卫生资源吃紧，为缓解这一现状，威斯康星州密尔沃基市附近一座暂停医院于当地时间14号开放。不过，截至20号，这座暂停医院尚未收治任何的新冠肺炎患者。威斯康星州卫生部门负责人安德烈亚·帕姆说，医疗机构之间转运患者的渠道顺畅，暂停医院也已做好准备。We have yet to see a patient in the alternate care facility and are in close contact with hospitals about the use of the facility and where else we might need to be considering capacity across the state. 在疫情的早期，美国有数个州都建立过暂停医院，尽管花费巨大，却收效甚微。许多暂停医院都未曾使用。据美国和俄罗斯媒体19号。